啊？可以说都是朋友，做朋友。对，就是这一步，大家能在同一个台上。对，首先就是朋友，对吧？心平气和，坦诚相见，说话唠嗑很正常，随和互相交流，哎，心扉都说出来，这很正常。至于能不能往下走，那是下一步的事儿，对吧？对，是这样哈。今天确实是一对四，选择的机会特别的多哈。但是我说了，这人嘛都是通过了解之后，就这人第一眼我看挺帅，可能呢通过了解，通过接触之后，我发现我们不适合生活在一起哈。也有这样的可能。聊过这一番之后，想问一下四位女嘉宾，有没有人觉得我现在就想放弃了，就想离开了，有吗？可以用行动。一号女嘉宾，还有三号女嘉宾，就不再争取了吗？不争了，竞争太多了。竞争对手太多了。对。你觉得你一定会败下阵来吗？对，败阵了。败阵了。一号女嘉宾放弃的原因是啥？不严肃。什么哪儿？你瞅你哪儿不严肃？他老嬉皮笑脸的，那对吗？我希望长得务必得严肃，有没有文化无所谓，得严肃啊！什么事儿都算人的。那早上切个菜啥的都得严肃啊！什么叫得严肃？那你怎么这个地的乱七八糟的，你进屋啊？所以说就是他这个现在这种态度，太闹不行，太闹腾了，忙呢，所以是你放弃的理由是吗？那好，那我们先掌声欢送一下我们的一号和三号的。谢谢西哥啊，谢谢。咱也不知道哈，就转身的离开，是属于，相亲的身份舍弃了，还朋友的身份也舍弃了，这不知道了哈。还剩两位一直坚持到底了，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爱的考验，有请三位来站到台中间来。好了，你看大屏幕。在网恋的过程当中，请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：一、婚后生活费用由谁来承担？二、婚后如果出现意见不合，如何解决？三、婚后要控制经济大权吗？四、你可以为另一半放弃自己的兴趣吗？五、你觉得浪漫对于婚姻生活重要吗？六、会因为个人社交忽略对方的感受吗？首先有请我们的四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。五、你觉得浪漫对于婚姻生活重要吗？很重要。好，二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。选六。会因为个人社交忽略对方的感受吗？不会忽略。你会怎么照顾对方的情绪？开心商量呗。对，遇到一些事情得跟对方进行协商。让对方不能让对方不愉快。好，这个答案满意吗？二号女嘉宾。行。男嘉宾选择一道题问对方。也按第六道题。第六题，会因为个人的社交忽略对方的感受吗？请四号女嘉宾回答。这个吧，那就是应该考虑应不应该去，这个事儿做的对不对，先讨论一下。对啊，也不是说立刻就放弃，那不去了。不会。对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二号女嘉宾回答。我也是得考虑考虑。你觉得什么样的社交会对对方产生影响？不让我去不去呗，人家不让你去，你说你硬要去，这不那什么吗？您不会像有些女士吗？不让去我非去，那显得那多不好啊！那应该说了，你看人家，赶明那谁看电视啊？你看人都不让你去，你硬要去，那干啥呀？不要去就不去呗，和气，选择和气，家和万事兴啊！来吧。好，今天的相亲有点特别，这可真是啊，风云变幻，男嘉宾选的两位。都走了，留下两位选男嘉宾的啊，来吧，男嘉宾，手上的花呢都给你，但是人走也是有原因的，你不要跟人做朋友嘛，是不是？那朋友就不能搁这继续了，来吧，其实相亲有成也有不成的，这非常非常的。